Coming up, we'll have a panel discussion presented by the Cyberport Startup Alumni Association, CSAA, on what is ad monetization and how to integrate it into your game. We are delighted to have Mr. Gabriel Pang, the chairman of Hong Kong Digital Entertainment Association, to moderate this section for us. The panelists are Mr. Edward Lee, the founder and CEO of Twitchy Finger Limited, Hong Kong, and Mr. Jeremy Lam, CEO and co-founder of Pixio Limited. This panel will share ad monetization as an overall strategy for mobile games and why this is important, the type of ad monetization used in today's game, as well as tips and tricks on ad integration into games with example of good and bad integration. This session will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以下的時間我們會交給 Gabriel, Edward 和 Jeremy 為我們分享，將時間交給 Gabriel， 有請。 好，多謝曬，咁就好歡迎大家嚟到啦，數碼廣創業學會呈現嘅廣告獲利整合遊戲呢個環節嘅。 咁今日我哋好高興啦，咁啊邀請到兩位超重量級神級嘅講者啦，咁啊有我哋右側邊有我哋挑子 Twitchy Finger 創辦人 兼行政總裁李俊宇先生 Edward， 咁就跟住嗰邊就有呢個 Pixio Limited 行政總裁及聯合創辦人林俊佑先生 Jeremy， 咁啊好高興咁啊我哋今日能夠喺呢度咧就請到兩位咧喺機械嘅 marketing， 若果要講嘅話都可以話係傳説級嘅霸者啦，咁其實。 做遊戲，我哋大家都明白㗎啦。以前嚟講就單機版啦，就咁一隻咁收曬錢咁就係啦。咁但係後來去到 MMO 啊 ，online game 嘅年代，基本上係靠貨金啊咁樣嗰啲。咁啊，去到 Apps 嘅時代咧，其實又多咗好多選項，可以有廣告啦，可以有其他唔同嘅獲利方法啦。有好多都未必有衝突嘅，好多可以同時用嘅。今日好高興可以請到你哋兩位嚟咁啊，分享下你哋對呢方面嘅經驗啦，同埋兩位都係喺呢方面可以話係特別有心得嘅。好，阿 Edward， 你會唔會有啲嘢可以分享下咧，同大家？咁其實首先想介紹下咩叫做 ad monetization 咧，或者係從遊戲裏邊去賺取一啲廣告嘅收益啦。咁傳統嚟講，以前最早期嘅 ad monetization 都係一啲你講緊係玩緊一隻遊戲或者一個 app 軟件就彈一啲廣告出嚟，或者下面有啲 banner。咁呢啲就係比較舊式少少，以前我哋可以話收到錢嘅一啲嘅方式啦。咁 website 都以前都有。 咁其實近年嚟咧，都多咗一啲係我哋叫做激勵性嘅廣告收益啦，即係話你玩完一關，或者你有啲嘢係去俾一啲獎勵你，你就可以撳睇一啲30秒嘅廣告，跟住你就可以攞翻一啲玩家可以得到翻一啲喺遊戲裏邊嘅着數。咁從中咧，亦都係令到玩家佢都有一個願意推動去。 去睇廣告，咁從中我哋咧做遊戲咧，亦都可以收到一個更加高嘅利益翻嚟咯。Jeremy 咧，咁我就2012年入行嗰陣時已經接觸到依樣嘢啦。咁當時就都冇好似 Eric 講冇咁 sophisticated 嘅，即係比較係一啲佢會有一個版面俾你裝落你哋 game 度，咁裏邊有可能有一眼睇晒有好多個唔同嘅。 遊戲啊 ，app 啊，或者一啲網上面嘅商業平商務平台啊，咁樣，你如果用戶去入去點擊啊，或者入去下載遊戲啊，咁佢就會喺個 game 入面俾翻一啲回贈俾個玩家，即係你去 download 呢只 game， 我俾翻10個 gem 你咁樣，咁慢慢就開始變成有啲廣告係會彈出，有啲係睇片，但係咧係個用戶自己選擇去彈出。 咁其實一變成依樣嘢嘅時候，佢就會個用戶體驗好好啦，佢 game 會先問佢啊，你要唔要睇條廣告片去攞呢啲獎品啊？咁令到個用戶，如果佢覺得依刻我唔想睇嘅，佢可以唔睇住，可以之後翻嚟睇或者下次先睇。咁佢就會變成個對個遊戲嘅體驗冇咁阻礙，甚至會好咗添。因為有啲人會直頭想啊，點解呢只 game 有廣告，但係另外嗰只game冇啊？我想睇廣告賺呢啲咁嘅嘢。嗯嗯，係。咁其實呢個都。 大家都會可能我哋自己就好熟悉啦，我哋遊戲業界裏面會好明白，其實呢個 model 本身係基本上係 work 嘅，可以賺到錢嘅。咁但係你哋會唔會有啲實際例子去同一啲未必咁熟悉嘅分享下？哦，原來其實遊戲用廣告去賺錢都可以 sustain 成隻 game 一個長時間嘅運營啊，呢啲咁嘅例子案例可以分享下。我未解釋呢樣嘢，不如講解究竟而家市面上有幾多款唔同嘅所謂 ad monetization 啦。咁最簡單嗰啲咧，就係可能你講緊係 banner ads 啦，所謂咁即係話你個軟件裏面咧。
下面或者上面是長期有一塊一個位板位是擺廣告的，你當好像是紅隧旁邊的廣告一樣，你是不是都會見到的了？這是第一隻，第二隻等一下，通常最多人用的就是一個 interstitial 或者 pop up， 就是說你玩玩一下突然間、哦、你死了立刻有個廣告彈出來、你可以咁交叉，或者佢係一條片嚟嘅，你都可以咁交叉。咁就好似 YouTube 嗰啲咁樣啦，或者嗰啲一般嘅 game 咁樣啦。咁嗰啲通常都多嘅，而家都好多嘅，但係已經開始慢慢啲玩家係唔中意嘅。咁啱啱講呢兩款嘅廣告都係比較我哋叫做可能係 intrusive 少少啦，可能係嗰個可能令到玩家個 user experience 未必咁好。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是叫做我哋叫 offer wall， 就係咧佢會有一個版面，裏面個版面裏面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程式又好，唔同嘅軟件，你係可以去安裝。你咁你撳完之後就會跳出去另外一個版面度去下載呢個遊戲又好啊，呢個程式又好。咁安裝完之後咧，你去翻你隻遊戲裏面咧，佢就會俾翻啲獎勵嗰個玩家。咁呢類型嘅嘢就通常喺而家係一啲可能新興國家會比較多嘅，例如東南亞、印度啊，呢啲會比較多用呢個 offer wall 嘅。咁但係至於一啲可能你話貨金比較重啲啊，或者一啲大作咧，呢啲 offer wall 通常就比較少啲。咁啊，令到最尾我哋啱啱講嗰種激勵視頻廣告啊 ，rewarded video 啊 ，Jeremy 可以解釋一下。啊，咁呢個就係我第一次接觸就係大概2013年左右啦。咁嗰陣時有間公司，咁就純粹裝完，咁我哋就發現佢嗰個 ECPM， 即係佢每一條廣告俾嘅錢咧，係比平時嗰啲高咗成5倍嘅。因為佢係一條片啊，亦都佢因為係個用戶自己去 trigger。另外有一樣嘢就係因為個用户要睇曬成條片先至可以攞到嗰個獎勵，佢係會30秒嘅片佢會睇曬，而唔係條片彈出嚟5秒我就刪咗佢。咁所以其實嗰、那個點擊率啊，各樣嘢都係會比平時一般彈出嘅廣告或者 offer wall 或者 banner ad 係高好多。咁我開頭嗰陣時一個 ECPM 即係每1000條廣告啦，大概係$10左右。但而家已經去到係30-40美金，係一個 average， 高啲都仲有嘅。係咁，如果譬如話而家一般嘅有心做 game 嘅觀眾啦，咁其實佢哋可以 expect 廣告嗰度大概會收到一個點樣樣嘅收入咧？其實大概每一個譬如睇一次，其實會攞到幾多？我諗好多觀眾都會最有興趣喺呢個位啦。咁呢方面就視乎好多嘅情況啦。啊，咁第一樣嘢就首先你本身每日你遊戲裏邊有幾多流量咧？咁就會定咗你某程度上幾多人可以睇到嗰條片啊。咁當你如果你平均設計你個遊戲係入嚟嘅半個鐘裏面可能睇3次，咁你咪計咯。咁去斷1000次，1000個 view 啊，唔係1000個玩家啊，睇1000次去計翻嗰條數幾多出嚟。咁頭先阿 Jeremy 都話近年你講緊係去到可能30幾蚊至40蚊美金不等，甚至60-70都見過，過百都有。咁就睇翻本身嗰、那個嗰個俾廣告你個平台，其實互相係爭取你嗰個版位嘅嚇，咁去定嗰個價出嚟。咁好似如果你當你好似而家啦，臨近聖誕節，咁就好多好多嗰啲廣告商都係想賣廣告嚇，落重本去賣廣告，咁就相對地會大家係互 bid 高個價。咁相對地，你應該近期應該會見到咧嗰、那個 bid 係高好多嚇。咁其實如果你話可以即係實質個價，我俾即係我哋講唔到啦，但係用百分比去計啦。咁其實以前咧一啲比較貨金比較多嘅遊戲，你講緊佢哋可能IAP， 即係佢哋裏邊嘅付費咧，係佔佢哋可能70%啊，或者甚至80%。咁但係而家咧加咗我所謂嘅 rewarded video 啦，激勵視頻嘅廣告，隨時係喺度5-5-5嘅而家，或者甚至 ad 方面隨時可多過你個 IAP 添，視乎你遊戲嗰個設計位啊，同埋本身你點樣去放呢啲視頻廣告落去你隻遊戲裏邊。咁答翻阿 Gabriel 條問題先啦。咁如果你除翻開頭先講個係40幾蚊係1000條片啦，咁如果你除翻開每個 user 咁計啦，平均啦。你如果你出嚟做 game， 你可以 expect 嘅就係
兩三毫子一個人至到個幾美金都有，即係兩三毫子美金至到個幾美金都會有。咁視乎國家啦，視乎你嘅user 嘅種類啦，佢係邊種？因為例如話你嗰啲用戶係一隻係玩開貨金機，即係你係一隻 RPG 嚟嘅先算，你就輕量嘅 RPG。咁一啲大型嘅 RPG 咧就會喺你個機入邊買人，就會 show 佢哋啲廣告。咁變相就因為大型 RPG 佢哋嗰個bit 嗰個錢都特別高，所以你嘅收益都會特別高。所以好視乎國家啦，人嘅嗰個玩家嘅係邊一種玩家啦，玩開咩遊戲啦，同埋佢哋喺你隻 game 入邊留幾耐，睇幾多條廣告都好重要。明白。咁若果而家我哋有興趣用啦，咁其實我哋通常會係點樣入手咧？係用去 Facebook 啊、Google 啊咁嗰啲，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其實係點樣用實際操作嘅面係點樣咧？咁我講而家其實就都有啲複雜嘅，因為而家以前咧就會你裝一個平台，咁其實就係你淨係 serve 嗰一個平台，咁咧你就要諗啦，你要揀啦，咁我依只 game 應該裝邊一個好啲咧？依個又話係大陸好啲，依個又喺美國好啲，咁樣你會諗爆頭。咁而家咧就唔需要噶啦，因為佢會有一啲 platform， 例如叫AdMob 啦，或者Iron Source 或者 AppLovin 啦，咁嗰啲叫 mediation。佢就係一個平台，係包含曬，可以包含曬你想裝嘅各個平台。所以我例如我咁，我係一隻 game 裏邊有七個平台，六至七個平台。咁裏邊又包含 AdMob 啊、Facebook 啊、Iron Source、AppLovin、Fungo 之如此類。咁變相就係佢哋會有一個叫做 live bidding 咁嘅嘢，就會去即時競價。咁就你就唔需要 as 一個 developer， 你就唔需要擔心啊，我會蝕咗，或者我會依個平台唔夠依個平台多錢。咁慢慢已經步向依一個kind of 依個做法。咁好似話Facebook 話去到下年嘅唔知二三月就會全面係變成 live bidding 噶啦，已經。所以如果你而家先開始諗嘅 game 或者而家先開始做，其實已經唔使擔心呢個問題。以前就會即係早期啲，你可能會諗下點樣將你嗰、那個每一個廣告商點鋪排。即例如，我覺得呢個廣告商其實比我平均啊，通常係比高啲嘅，咁我擺佢先啊。擺佢先嘅意思即係話，其實你一隻遊戲裏邊一日只可以某程度上俾幾多廣告你睇嘅啫，嚇唔係無止境嘅。咁每一個廣告平台佢哋通常都派發嘅廣告嘅次數都唔同嘅。咁例如一啲大嘅廣告商通常佢量多啦，佢就會可以派得多啲廣告俾你。咁但有啲亦都係少啲嘅，但相對地佢哋嗰個 user 即係肯下載嗰個 user。亦都高啲嘅，所以可能佢個 value 高啲。咁你哋就要去諗下究竟我哋叫 waterfall 啦，個瀑布我哋點樣去編排呢樣嘢？但係近期因為而家開始多咗一樣叫 live bidding， 咁就係即時去幫你去 optimize， 你究竟嗰個收益係幾多嘅？咁亦都會令我哋呢邊作為開發商係容易咗好多。咁下年亦都 Facebook 講話係純 live bidding， 已經直情唔需要去理會我哋點樣去編排，可以自動用人工智能去幫佢搞。其實相對地，令到我哋喺廣告收益嗰度咧，亦都係慳咗時間，亦都係冇某程度上可能會仲多咗收益添。咁我同阿 Ever 喺呢個 talk 之前都喺度諗啊，點樣用最簡單嘅方式去解釋呢件事啊？咁就諗咧就係其實就好似賣樓咁。因為香港人對賣樓好熟悉，好熟悉，好敏感係。係啦。咁就好似你揾好多地產商、好多經紀幫你買一棟樓咁樣，你每一個 user 睇一條片就好似你買緊一棟樓咁，一間樓咁。咁其實會同一時間，佢會揾接好多個客翻嚟，邊個價高者就會得。咁就其實而家嘅 developer 已經，因為上次有人問我，上次個拖人問我，我係點樣去傾啲廣告翻嚟㗎？咁其實係唔需要㗎啦，已經係唔需要。你基本上係一個 software 嚟嘅啫，你裝咗個 SDK 落去。基本上 touch 著佢，咁就自然會有廣告啦。因為以前嚟講，我仲記得，總之博呢個收費也好，博廣告也好，博 SDK 係好頭痛，要博好多個咁嘅意思。哦，係，而家好簡單。跟住佢哋互相又自己相撞埋一齊。啊，係。而家就都有相對地簡單好多，亦都因為普及化咗啦，所以好多時就算遇到一啲 bug 啊、一啲難題，其實你揾翻個 tech support 好容易就幫你解決咗。咁啊，如果係咁樣樣嘅話，其實又有咩
技巧可以提高少少。好啦，我已經裝咗啦，我有啲咩位誒、叫佢哋俾佢哋睇廣告，有啲咩技巧誒佢哋就會肯睇多啲咧？定還是係係咁呃俾佢哋，呃到佢哋最後 delete app 為止？咁其實以前可能早幾年啦，就真係用呢個方法，就係係咁抌廣告出嚟、去轟炸個玩家，或者唔小心撳錯，或者撳錯咁樣。啊！咁你成日長期揾個交叉喺邊？咁其實而家嗰啲亦都想減低呢個 friction， 因為其實嗰類舊式嘅廣告其實個收益其實都偏低。相對地，我哋會揀一啲比較令玩家會覺得個 user experience 好啲啦，同埋亦都大家都有得著、因為其實你玩遊戲，你其實都係想開心、想娛樂、如果我下下都喺度撳走啲廣告，咁其實佢 eventually 你都會趕走咗個你個客啊。咁所以我哋做嘅。點鋪排廣告落去隻遊戲裏面呢，其實都是出於 game design 啦，即係遊戲設計方面去諗嘅。咁其實我見到好多而家一啲初創嘅遊戲公司啦，好多時一個共通點呢、就係、其實佢哋將廣告 monetization 即係收益呢樣嘢擺到好厚。佢哋係整好隻遊戲啦，八成啦、九成啦，差唔多出街先話哦，不如我哋接個 SDK 入去啦，咁就睇下邊啲位置。咁當然咧，有啲位係好即係都幾 standard 嘅。例如，如果你隻遊戲係一啲可能會個角色會死嘅，你要繼續延續落去，咁你咪睇廣告去翻生咯咁樣。或者你一關完咗係儲分嘅，我額外俾多幾多配息，即係幾多 percentage 嘅獎賞你啦。咁但係呢啲都係一啲好簡單嘅即係擺 ad 嘅方法，咁其實應該係從你遊戲開始設計嗰一刻，你亦都要坐低諗下，其實有邊啲位呢隻遊戲裏邊係可以放置一啲廣告位，係玩家除咗佢係唔抗拒之外，亦都係想去撳落去睇。咁呢個係一個重點嚟嘅，因為你好後期先加入去咧，你冇乜位置可以擺嘅嚇，咁變咗。你由設計方面要由你開頭已經諗定點樣可以從廣告去攞收益翻嚟咯。係，有好多嘢可以諗嘅，真係。咁例如，如果你隻 game 係好忙嘅，我入嚟，咁你每個 user 嘅 session time 其實係差，即係又係有個 range 噶嘛。咁例如話佢入嚟你 expect 佢使十分鐘、十五分鐘每次，但你其實十五分鐘都係好多嘢做嘅 ，keep 住撳、keep 住撳嘅、keep 住玩嘅，咁。你冇時間接到落去嘅喎，但如果你個 game 入邊係有啲timer 性質嘅嘢，例如話我要起樓，我要等，但可能等四廿五秒咁樣，咁你中間你彈個廣告出嚟啊，佢冇嘢做，佢撳嘅機會就會高啲，即係佢睇完個條片嘅機會就高啲，因為佢唔覺得忙啊嘛。另外就係你 deliver 嗰個廣告嗰時候，你係用佢就咁彈出嚟有個掣俾撳啊，定係？你係有個角色去 deliver 佢出嚟啊，有個佢熟口熟面嘅角色 deliver， 即係佢信任得個角色，一個佢一路街住佢玩嘅一個角色，會唔會好啲咧？咁我哋自己 test 過都見到係有呢個效果嘅。另外有啲得意嘢啦，但係就唔係一定要做嘅就係、是如果個 user 唔肯睇個廣告，我哋其中一個角色就會好慘咁樣行走咁樣，流曬眼淚咁樣，耷曬頭咁樣，咁就係啦。有啲嘢可以你諗下點樣令佢即係豐富啲，令佢更加融入嗰只遊戲入邊。咁若果我哋而家 design 遊戲，譬如你哋嘅例子啊，你哋 design 遊戲嘅時候，你哋會分配即係咪預五成就喺廣告收益，五成可能喺 IP 或者 design 嗰時候，因為最初開始要諗噶嘛，學你話齋。咁其實我通常遊戲設計嗰時候，你哋而家會大概分幾多成喺邊一邊咁樣諗翻？其實我本身公司就好少諗幾多成去做呢樣嘢嘅，咁就係覺得首先係度咗邊啲位係應該係 IP， 因為其實你廣告其實都係會影響你本身遊戲裏面嗰個經濟㗎嘛，依個 economy。咁有啲邊啲嘢係廣告，就算你睇幾多都係唔會俾你嘅，有啲嘢淨 IAP 你先可以得到翻嚟嘅，咁你 set 咗呢樣嘢先，之後再去。去鋪排究竟邊啲位係適合 IAP 去用，有啲邊啲位係適合廣告視頻去用。咁通常一啲係間場嘅嘢啊，或者中間 stage 嗰啲嘢，你係可以 add 可能會比較適合啲嘅。但係可能去到當你隻 game 係打通關嘅，去到打大佬嘅，咁可能你打輸咗，跟住你可能你啲武器啊呢啲係冇曬嘅，
咁嗰個位就未必係廣告啦，嗰個位係可能係 IAP 啦，就話你跌曬啲嘢啦，其實你買呢個咧，我就幫你收翻曬啲嘢。即係你要睇下你個遊戲設計嗰陣時候，嗰個遊戲嗰個 gameplay mechanics 有邊個位係適合咩類型嘅 monetization 咯？啊，咁你慢慢咁樣朝住去，就開始就睇到個 big picture， 就見到哦，其實大概我知道我呢隻 game 個 IAP 係會佔幾多。跟住個 ad 嗰度佔幾多，咁啊再慢慢去調校，直至去到一個你覺得係一個最可觀嘅數據位置咯。都好，其實成件事都好視乎你隻 game 本身係啲乜嘢類型嘅 game。咁例如你係就似 Flappy Bird 咁樣嘅類型嘅，咁基本上你嘅 IP 係接近係零，但係你嘅廣告收入會係佔你大多數，咁你會可能係1:99咁樣。咁如果係你係一隻好重度嗰啲 RPG， 而家新式嗰啲都會有廣告嘅，但佢嘅廣告量可能係對於佢 IP， 因為佢 IP 好高啊嘛，佢可能係1:9咁樣咯，九 IP 就一廣告，甚至更加低啦。但係中間例如我哋啲輕度啲嘅遊戲，但係都有 IP 有廣告位嘅，通常就係6:4至4:6啦。我哋自己遊戲入邊咁就其實冇話你特登。會是我想要那個比例，所以我朝著那個比例去，其實怎都是想 IAP 比例高，因為其實 IAP 你我剛才都講過了，一個 user 廣告大概2毫子至1蚊左右，但其實 IAP 是可以遠超過1蚊，即是你做的 game 做得好的，那就當然是想遠超過1蚊，是不是？所以其實你說 focus on 什麼，其實我自己都是想 focus on IAP 多一點的，但是確實俾錢嘅玩家只會佔到大概5%至7% 左右，咁你有90%多嘅人係唔會為你帶嚟一分一毫，咁你廣告就係佢哋進貢嘅方法，就係、是、一般不付費嗰啲。唯一你會諗係純廣告或者廣告比率好重，就係唯一就係如果我做緊一啲 hyper casual， 即係好超輕型嘅遊戲，咁你就真係要從一個廣告嗰度方面去睇咯。所以我剛才就在度諗緊有啲咩類型係特別適合，其實用呢個比較上傾係用廣告呢個模式去做收費嘅，因為我哋以前做開都係重貨啊嘛，係話齋一次就劏佢，冇幾多個會俾你劏到嘅，但係嗰幾個養起曬成隻 game 嗰啲，咁有咩類型其實會係廣告會特別適合嘅？Hyper casual 會適合，即係廣告咯。咁但係亦都我作為開發者，我唔會建議即係、就是、你刻意去做一隻 hyper casual 嘅遊戲，因為Hyper casual 嘅遊戲需要你個玩家量係非常之龐大，因為你講緊我冇人會買我啲嘢噶嘛，係我純靠廣告。咁你需要個玩家入嚟去睇廣告嘅次數又好啊，每日個daily average user 都要好高啊。咁另外亦都係你亦都通常廣告收入最高咧，都係一啲tier one country， 例如你講緊係美國啊、日本啊、韓國啊、中國啊呢啲地方地區。咁你要你個量喺邊度攞翻嚟咧嚇？咁你每日點樣可以吸納一啲新嘅玩家，又好一啲人去下載隻遊戲，同一時間可以聆聽到你睇廣告嘅頻密次數。咁 hyper casual 咧，一般嚟講咧，近年咧都係一啲本身係做 ad 平台去簽翻嚟嘅一啲公司，因為本身已經係做收費廣告啦，所以係獎勵廣告啦，所以佢哋好明白點樣去推呢啲遊戲。通常都是一些比較大型少少嘅發行商去做呢啲 hyper casual。我就其實只要我是做緊啲免費嘅遊戲，我都會落廣告基本上，因為玩家而家其實我同一啲designer 傾過偈啦，咁佢哋就會覺得但廣告唔好喎，對個 user 唔好，或者好唔適合啲 game 啊咁樣諸如此類。其實我就覺得而家啲 user 係已經 expect 依樣嘢，即係佢係想要依樣嘢。即除非你就係唔 show 廣告都照送好多嘢俾佢，咁就得。但如果你係有廣告，你係人，你完全冇送嘢，又冇廣告睇，佢會問你點解你冇廣告？可唔可以睇廣告去攞啲嘢？所以其實而家係啲 user 係近乎係想要，甚至你可以喺啲位置就係入邊再加一啲付費，就係、是、如果買一個5蚊以上嘅包、10蚊以上嘅包，你就幫佢免咗啲廣告，佢唔睇廣告都可以攞到嗰啲獎品。咁樣變相就你會可以有少少防守啦 ，kind of 就係話我有啲付費玩家，我等佢一付完費之後，我就唔再 show 廣告，即係話其他嘅遊戲不能夠喺我隻遊戲上面買到呢啲人啦。
咁就 kind of 有少少防禦啦，防禦嘅作用，亦都有多啲誘因去等佢付費啦。咁啊，頭先阿 Jerry 帶動咗一點咧，就係好多時同一啲即係開發者啊、遊戲設計嗰啲都係，因為始終你做遊戲嘅開遊戲公司嘅，通常都係本身骨子里係好中意玩遊戲嘅，啊，亦都係好顧及玩家嘅感受。咁其中一樣嘢就係、是、永遠都覺得哇，咁我落廣告咪好騷擾啲玩家啦，我想做一隻遊戲係純靠我嘅遊戲設計或者如果有 IP 嘅去維持。我嘅遊戲，我唔想有啲比較擾亂性嘅嘢去令到玩家個感覺唔好。咁其實一個實質例子就係嗰陣時，我哋一隻賽車遊戲，咁就2015年出嘅。咁嗰陣時我哋去到2016年就全球發行嗰陣時候，就見到嗰個 IP 嘅差距。Tier One 可能你講緊台灣啊、日本啊、美國，佢哋相對地俾嘅錢係多好多。咁一啲可能新興國家或者一啲東南亞國家未必。佢講緊可能一個 IP 講緊30蚊港幣，對佢嚟講係可能全日嘅一餐嚟嘅咯，一餐飯。咁所以相對地佢哋冇咁樂意去購買啊。咁我哋就亦都明白呢一點，亦都想覺得有冇啲方法可以俾到一啲佢哋需要嘅物件佢哋，但係從中我哋亦都可以獲利咧。就係我哋就用咗呢個激勵視頻呢、這個 reward video 呢個方法。咁嗰陣時咧，我哋係諗住哦。淨係擺喺一啲可能東南亞國家等佢哋用啦，咁你可能你講日本啊一啲 Tier One 嘅國家就唔擺，因為佢哋已經買緊啦。我哋就係、是、我哋嘅心就覺得唔好出廣告去令到玩家唔開心。點知出咗都冇一個月，咁兩三個禮拜就係喺個 forum， 即係或者啲 customer service 就問翻我哋。咦，我見到印尼嗰邊有廣告睇喎，而有嘢送喎，點解我哋冇嘅？俾多啲廣告咁我初頭都係答翻佢啊，因為我哋想個 user experience 好，但係發覺佢話我唔介意啊，你唔係逼我睇就得㗎啦。總之我自己自愿性去睇，咁我又可以有得睇又有嘢。咁、okay. 就從中發現就係、是、原來真係有人係唔介意去睇嘅。總之你俾到一個 value 佢令佢覺得我睇得舒服嘅，而睇完我唔會覺得嘥咗我筆時間咁玩家就好樂意去睇嘅。剛才也有講到就話，其實通常肯俾錢啦 ，IP 都係 Tier One 嘅地區啦，咁嗰啲咁就其他地區就譬如可能印尼啊嗰啲，可能就傾向要睇廣告，你可以俾啲嘢佢。咁有冇啲咩地區你可以話而家個趨勢係睇廣告嗰邊嘅收入係你見到係上升得好快？因為印尼我覺得應該係，因為嗰陣時我哋嘅 game 去到又係唔係好收到 IP 錢嘅，坦白講。其實就我又唔係認同佢唔收唔到錢。其實我哋做耐咗就發覺，其實因為每個國家付費嗰個能力有唔一樣啊！即係你話我30蚊買杯 Starbucks 係好正常啊，但係你30蚊買杯咖啡喺東南可能覺得好貴，所以其實有個 price differentiation。咁而家就幸好而家 App Store 就有得揀，可能一啲其他國家我可以揀。北美就係1.99，但係你係喺可能其他啲新興國家，你講緊係1毫子。即係你可以同一樣物件，你可以調翻去本地嗰個 living standard 去計。咁呢樣嘢亦都會幫到你 IP 增長嘅。係你賣嘅嘢比呢個國家係嗰個價值係平咗，但係因為多人肯去買，即係之前你 price out 咗佢嘅，可能真係有1000人想買呢樣嘢，但係1000人裏邊得可能5個人可以買到呢個30蚊嘅 IP。相對地你調低佢。就係1000個裏面可能有900個都係可以能夠俾，相對地你就會將你個 profit 拉高。咁呢個亦都係個 cycle， 就令到佢，因為佢投資咗落只遊戲裏面，佢亦都會冇咁快容易走。咁你 ad 嗰邊你可以照出，因為佢有啲人真係唔介意睇 ad， 咁你相對地你就會將你嗰個 life， 你個 LTV 拉長。呢個問題都幾，其實都幾複雜，因為我哋睇嚟話，我係想入巴西。想入東南亞，其實很多時候就是他們的用戶很多都沒有 credit card， 甚至其實例如台灣都是都少的，少一點的，因為他們沒有 credit card， 但你是用通常 iOS 啊或者 Android 啊 Google Play， 一定要 credit card 或者點數啦，是不是？第一就是他們你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價不可以太大，因為其實有很多公司是會
食個差價嘅，即係會你嚟我度俾錢，我係用巴喺巴西度幫你充值，然後你就可以平一半啊，或者所以你唔可以你唔可以爭，因為會影響到你喺啲主要國家嘅收入。咁所以就我搞嚟搞去就係想會用翻啲廣告去彌補嗰樣嘢。第一其實佢哋啲國家都有高消費嘅用戶嘅，但係會比較少。但係當佢當地嘅遊戲或者有他們當地支持的，即是有用他們的付費點數卡、啊、有用他們的付費模式、啊、的遊戲，他們的付費率會高很多。他們下廣告的時候，所以他們相對於你在那邊下廣告的時候都會願意出高一高手一點，所以你就要去補在那些國家，你的 user 就要補足他們的錢咯。變相就是可能如果例如說我在美國我有40元的 ECPM 的，我去到那裡可能得七蚊，但七蚊都好過冇。因為廣告面又容易明白，因為我之前喺 Steam 嗰啲佢都有 suggest 嘛，全球嘅 pricing 佢自動幫你調整咗物價，我覺得兑換個兑換率真係咁多。係啊，係啊，周遠嘅係。同埋另外廣告都某程度上，你睇個廣告收益都會某程度上嘅 indicator 最近期，你係咪喺呢個國家即係遊戲可能有啲當地嘅 KOL 啊，或者一啲當地嘅報導咗你隻 game 突然之間有一個起伏。咁相對地，因為多咗人入嚟玩，多咗人睇廣告，亦都見到一個 jump 咁啦。咁相對地，你如果見到持續性有呢樣嘢咧，你就可能覺得啊，其實我可能可以投資一啲 marketing 嘅 budget 喺呢區去再推起佢。咁其實變咗係一個免費地利，唔係免費，而係人哋俾錢你去睇你究竟呢期邊個地區係做得比較好咯。呢、這個廣告其實會變咗拆開少少嘅啦。這個就係、是。因為我哋收費嗰度，我哋今日就係用呢個廣告收費啊嘛，跟住去咗我哋點樣又去推廣翻自己隻 game。有 KOL 其實影響都，我覺得係大嘅。咁如果有 KOL 講完之後，會唔會就係對個廣告嗰邊嘅收益都大 ？IAP 一定大啦，即刻咁，但係廣告嗰邊嘅人咪會多咗咧都。KOL 有佢嘅用處嘅，我覺得我唔好講話下載率啊，或者付費或者咩啦，整體上我覺得KOL 帶到或者 YouTuber 帶到的一些直接得益啦，就是那個人會直接幫你解釋個遊戲點玩，幫你鋪咗一個 foundation 嚇。咁因為很多時候如果你是靠出邊街客，即係 organic 就咁下載，佢都是靠你個 icon、靠你個 description 同埋靠你個畫面去下載。佢其實都要入到去，佢係 fresh 完全唔知點玩，係靠你個遊戲嗰個遊戲教學。去教佢點玩呢隻遊戲，甚至可能你啲教學可能你隻遊戲冇一開始就俾曬咁多嘢去玩嘅，佢未必知嘅。可能入到嚟覺得哦，其實你隻 game 去到第五關啲嘢先爆出嚟嘅，先係真正正個膽。但可能頭一兩關，因為佢唔知道有呢樣嘢嘛，佢哋就一兩關啊都冇玩嘅，咁樣我就 delete 一聲啊。咁但係有個 YouTuber， 佢好彩就係、是。好處就係會介紹佢識嗱，其實呢隻遊戲咧，可能頭嗰幾關好似正常遊戲咁啊，但去到第五關玩到呢度咧，就嚟了啦。第五關先係正嘢咁。係啦，咁就變咗啲玩家入到嚟已經有啲 expectation，相對地佢個 value 係會高啲嘅嚇，同埋對我哋個 rating 亦都好啲啦。佢唔會咁容易，因為佢 identify 自己，佢中意呢個 YouTuber 啊嘛。如果呢個 YouTuber 俾五星，我都覺得呢隻係隻五星遊戲。相對地，如果你冇一個 YouTuber 喺度，我憑入去。真係靠你嗰個遊戲，佢嗰直覺第一下嗰個 first impression 好冇，唔好佢就可能已經走咗啦。所以 YouTuber 嘅威力就係我覺得係令到去 familiarize 你隻遊戲，俾多個機會你嘅遊戲可以長啲咯。同埋 YouTube 我就少啲有 KOL， 咁但佢試過泰國一次爆得好勁啊，係啊。咁但我哋都試過落俾錢啲 KOL 去做我哋啲 game 啦，咁就係有佢講嗰樣嘢嘅。係入嚟嗰啲人係其實係好啲嘅，但係咧其實對於廣告收益上嗰、那個其實廣告收益其實係對新入嚟嘅玩家同新嘅流量係敏感啲嘅，即係話如果你話你攞蘋果 feature 或者有 KOL 推你，你突然間有好多新 user 入嚟，其實你會即時見到廣告收入會大升嘅，因為其實。一個新的因為每一個玩家看的第一條片咧係最值錢。OK。咁呢個有個好深的點嘅原因啊，我呢度唔講啦。咁但係就新的玩家入嚟，第一條片是高多錢啲嘅。
就例如平均係40蚊嘅，其實佢嗰條片可能係過百蚊，甚至即幾廿蚊、九啊過百蚊咁樣。咁所以你新人入嚟多，咁佢就會亦都會嗰個錢就高啲啦。啊，嗰幾日。咁相對地 IP 就未必，因為就要睇翻嗰啲用戶本身嘅質素去到邊。因為我哋而家例如話我哋自己落廣告嘅，我自己落廣告，自己買人翻嚟嘅，其實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嗰啲其實係會揀，你可以揀，佢會揀選一啲適合你嘅遊戲嘅人俾你，甚至係會你可以將你啲in-app purchase 啲 data fit 翻去俾 Facebook 係會選擇一啲喺會類似會喺你嘅 game 度使費嘅人，所以其實佢嗰個喺 Facebook 度入嚟嘅人個質素會係高過就咁入嚟嘅人好多。所以其實 YouTube 啊嗰啲 KOL 入嚟嗰啲個質素未必唔係話一定啊，但係未必一定好咯。亦都話即係如果我知道可能有啲團隊或者公司想請個 YouTuber， 想請個 KOL， 咁首先你要睇翻呢個你請佢係因為覺得呢個 KOL 好紅啊，咁但係係咪代表佢會帶動到你隻遊戲咧？好多時佢個紅嗰個名氣會蓋過你個遊戲啊。咁最緊要其實你反而你要揀一個適合你群組，即係個 KOL 個群組係適合你嘅遊戲，去揀個 KOL 好過純係靠佢個名氣咯。因為如果佢話一個 KOL 本身係化妝嘅，好多人去睇嘅，佢個 view rate 好高嘅，但係因為佢個群組唔係你玩遊戲嗰班，你就算揾佢，係可能會多咗人睇啊，咁即係但係convert 唔到嘅，會變咗一個你嘅用戶咯。所以即係 KOL 嗰邊你要做啲功課咯。如果係都要熟悉。我聽落就另外一樣有 KOL 最吸引嘅，咦可能 tutorial 都慳翻，唔使自己做，講笑唔好做。咁呢度我哋亦都會見到啦嘅。你覺得就係其實留喺度啲長線玩家，定還是啱啱入嚟嗰堆玩家，其實佢哋喺個廣告個收益上面，頭先有講啦，個廣告費係啱啱入嚟第一個睇廣告應該係最值錢啊嘛。咁喺長線用一個簡單啲，即係其實個 algorithm 好複雜啦，但係簡單啲嘅講法就係當我企喺地鐵站派傳單一沓嘅，咁我見到你行出嚟，我認得你，第一次見我唔知啦，咪派俾你咯。咁但係我見到你行多幾次，我仲派唔派俾你咧？咁我都你都第一次都唔攞啦，咁我再派俾你冇意思。咁我寧願派俾一個新人，即係類似咁咯個概念。如果你隻 game 係做得好長壽嘅，啲玩家係可以玩超過三十日嘅，或者你一年之後都仲有人玩緊嘅，咁其實你嗰一年之後嗰啲玩緊嗰啲人咧，其實你 show 嗰啲廣告俾佢咧，其實佢嗰個 value 已經係跌到落好低嘅，因為佢就係中意玩你嗰只啊嘛，佢就係唔中意玩人哋嗰啲嘛，但係你繼續 show 廣告俾佢，其實嗰個 value 係會一路升，跟住就會平落去。咁就所以其實長遠嚟計 ，IP 係好啲嘅。但係就係你要諗就係100个人入嚟，其實第一，如果你隻 game 好嘅話，頭一日已經走咗50-60个，已經係好嘅 game 啊。唔好嘅 game 走咗70个。你呢啲人係唔會俾1蚊你嘅，已經走咗啦嘛。但係佢可能就第一日就已經幫你睇咗條廣告片。咁就已經有啲收入喺度啦。咁其實係會好有作用。其實某程度上就係點解我話第一條片會值錢啲咧？就係因為你個 value 就係點解其他 game 會喺你只 game 度落到廣告，就因為佢想買你啲人啊嘛。而佢買到你啲人，通常有啲係如果係 CPI 嘅，係要 download 先付費嘅。咁基本上佢係要買到你啲人，佢先至會課税俾 Facebook 啊，俾 Instagram 啊咁啊。咁變相就係你要嗰隻 game 要吸引過佢，你而家玩嗰隻 game， 所以先會走。咁就變相就係你就想，既然佢係咪都會走，佢自然走，就不如你買走佢。咁就其實就會好啲咯。對於你作為一個 developer 嚟講，另外一個點就係我覺得尤其對新入行嘅 developer 啦，其實要跟那班大廠去競爭一隻很重度貨金的 game， 其實是很難，因為人哋可能係有幾十個 artist， 很多個 engineer， 可能淨係 game designer 都不止一個，可能5-6个、10个 game designer 咁樣。咁啲 game 係好豐富，很多嘢可以玩很耐。咁你如果是話一個 team 3个、3-4个人做半年，其實
係好，除非你個 idea 係好突出、好新穎啦。如果唔係，真係好難競爭。咁但係如果你退而求其次，就係做一隻喺你嘅質素，你六個三個人六個月可以做到好好嘅 quality。雖然短啲，雖然細啲，但係好好 quality 嘅，嗰啲 user 都會中意玩嘅。但你加嗰個落去，其實你依個嘅勝算會高好多咯。係，唔怪得之。我發現有啲 game 死都唔再派廣告俾我，原來已經冇乜 value 喺度。唔係因為可能你已經另外一樣嘢，因為你好 high value， 你成日買 IP， 所以佢唔會再派廣告俾你。原來係咁，太貴啦，太貴買唔起。係啦，咁我哋又會見到啦。咁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如果佢哋想有系統地去分析究竟邊啲人會睇廣告多啊咁嗰啲，我哋而家仲有啲咩工具喺手係咪佢哋接駁咗，譬如 MO 嗰啲接駁咗嘅客户台，就已經做曬所有嘢，定還是我哋有其他工具去幫自己去做一啲判斷會好啲？咁你話工具，你話點樣可以有啲一站式嘅平台？頭先阿 Jeremy 講嘅 Ad Mediation 啦，就係你可以將幾個廣告商嘅 SDK 放落去一次過睇曬，咁你唔使每一次哦。如果呢間 A 公司 A 我就入去個平台睇，公司 B 入去平台睇。咁就一啲就係一站式，我一次可以睇曬嚇。咁亦都可以睇翻佢除咗話俾你聽每個平台嘅 ECPM 之外啦，亦都可以睇到本身個地區啦，你可以拆得好散啦。咁呢啲係會幫到我哋喺推廣嗰陣時候嘅作出一啲嘅策略。例如好似我呢排啦都有賣一路，我哋公司都有賣開廣告嘅，即係我哋自己賣廣告。咁變咗其中一樣，我哋要睇嘅就係首先 IAP 嚇，我哋用幾多錢去買呢個玩家，即係 cost per install 個 CPI， 你講緊係$1嘅。嗯。咁我起碼都要跑翻呢條數翻嚟嚇。咁 on top 你仲要 App Store 佢會攞你30%噶嘛？嗯。但係而家 Apple 有15%啦，減咗就好啲啦。係咁，相對地，你嘅 CPI 其實低咗15%啦。咁但係你 make sure 你係要冚得過啊！我自己就認為覺得。打和都 OK 嘅，因為你免費攞咗個玩家翻嚟啊嘛，嚇咁佢如果你買翻嚟個玩家喺 IAP 嗰度補唔翻咧，補唔翻你筆數咧，你就靠廣告去補翻條數啊，咁或者廣告補到條數，你 IP 就 bonus 啊，咁我哋通常就用翻一啲例如好似一啲attribution network， 即係去睇翻究竟我哋使幾多錢買咗嗰啲玩家翻嚟，佢有冇留低？他哋俾幾多錢？一個玩家俾幾多啊？佢哋個付費率，或者甚至我哋出嘅廣告，佢哋個 click through rate 有幾高？可以好多唔同嘅數據，令我哋比較多啲資料去判斷究竟哦，其實呢個 campaign 係 work 嘅啊，或者呢個 campaign 哦 IP 好得喎呢度，咁但係 ad 唔得嘅，咁我哋可能睇下究竟係咪我哋 ad 嗰邊出現問題啊，定係本身佢哋已經個玩家係好樂意去 IP。或者如果 IP 唔得嘅 ，ad 嗰邊好嘅，咁你都要睇下究竟係咪其實我哋 IP 嗰邊做得唔好咧？嚇，咁呢啲就會所有嘢都會幫到唔係淨係 ad 方面，或者淨係 IP 方面，甚至係遊戲設計方面，整體咁其實呢啲嘢係今時今日，如果你係一個想喺呢個行業遊戲行業嗰度生存，一定要去學識點用呢啲工具。因為如果你冇呢啲工具，或者你唔利用呢啲工具，基本上好似係盲目掟飛鏢咁，孭埋眼睇掟得中唔中嘅啫。啊，咁你變咗會走好多冤枉路咯。係，咁就呢啲工具其實好似佢同 Gabriel 頭先講咁樣啦，係有幾種嘅。咁一種就係會幫我哋設計只 game 啦，一種就係幫我哋去睇嗰個收費。咁例如就係話點解要去睇收費，就係因為你去買人嗰陣時候，你想知道就係話我依個 campaign， 我依個廣告買一個 user 翻嚟，佢係會值幾多錢？因為你可能唔同嘅 campaign 買翻嚟嘅 user， 佢嗰個 quality 可能唔同，依邊嗰個係$1，依邊嗰個係個半，但係個 cost 係$1同個半啦，但係佢出嚟可能你個半嗰個可能係賺$3翻嚟，$1嗰個可能賺$0.09翻嚟，所以你$1嗰個平啲，但其實蝕；你個半嗰個貴啲，但其實可能賺。咁所以其實你係要有個 tool 去等你分析，就係話，咦唔係我十個廣告翻入嚟一扎人，然後係撈埋一齊嘅，而係我要每條廣告入嚟嘅 user 嘅 quality， 我要分開
去衡量。咁其實一路以嚟呢、這個依一種類嘅 tool 其實通常都會只不過係回饋翻一啲IAP 嘅數據。咁一路以嚟佢講個睇片嘅廣告嗰個 data 咧係唔連貫嘅，即係係分開咗嘅。即係你可能 track 住，可能佢睇幾多條片，佢睇佢有冇翻嚟啊咁嘅。但其實嗰啲片係值幾多錢，你係唔知道。咁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大嘅課題。咁有啲 mediation 嘅公司依幾年都開始同嗰啲 analytics 嘅公司合作，去將啲 data 係貫通翻，去等我哋有一個清晰啲嘅一站式嘅睇曬啊！依、這個 user 佢有幾多成係廣告錢，有幾多成係 IAP 錢，咁依個廣告究竟係得益定係唔得益？咁你係等你可以快脆啲去試啲唔同嘅廣告，等你可以買多啲人翻嚟。不過依個都係喺買人嗰邊着手，同埋依啲工具都比較昂貴嘅，都係去到可能二十至五十萬一年都不等。咁係貴嘅，係貴嘅，就唔係我就唔建議。你一出嚟做第一隻 game 咁就即刻用，可能你慢慢做上去啫嘛。越做你開始有個 budget， 開始有啲錢翻嚟，跟住你先至學用啲高級啲嘅一啲平台。咁開頭嘅你可能例如 Flurry 啊，例如Google Analytics 啊嗰啲，其實 Firebase 啊嗰啲，其實啲已經我唔會話夠用，但係價錢性價比高咯。最少知道係免費啊，起碼。今年嚟講，我哋疫情啦，大家都你睇，大家要戴曬口罩，咁應該係多咗人打機嘅。不過我知道舊年我哋整體 IAP 係上咗嘅，即係輕嗰部分，重嗰部分少咗人嘅，可能啲人冇咗錢，有啲冇賺咁多錢，冇咁多錢揈。咁廣告嗰邊個收費個情況，你哋見到過去呢一年嘅 trend 係點樣？其實廣告一年好過一年嘅，我覺得嗰個即係 ECPM 嗰個價位。即係以前你見到$20、$30已經哇，真係開心到嗰一刻，你真係想影幅相 screen cap 咗佢。咁而家過$100都有，百幾蚊都有。咁即係如果你做某啲類別嘅遊戲，可能仲高啲添。所以本身嗰個 trend 已經係廣告係一年比一年好啦。再加今年因為疫情，咁就個個困喺屋企，咁亦都相對地會係有增加嘅。咁無論喺我自己公司嘅產品裏面都見到係今年係無論 IAP 又好啊，你廣告都可以收益係有增長嘅。咁但係同一時間亦都會明白呢個係一個短暫式嘅嘢啦，即係冇人想希望長期疫情係咁啊，大家都想快啲好。咁但係呢個時機我點睇咧？就係憑呢個時機去更加了解，因為多咗數據嘛，去了解究竟我哋嘅玩家係需要啲乜。咁當然有一陣係因為個疫情做出嚟嘅，但係對我哋遊戲每一關啊點樣去優化，或者對我哋嚟緊一啲新嘅產品，而家呢個階段其實近呢一年係俾咗好多寶貴嘅資料我哋，去點樣去日後俾2021、2022去更展開點樣去利用我哋所謂嘅無論係平台又好，數據又好，工具又好。甚至設計理念都好，去推動我哋下一批嘅遊戲咯。明唔明？咁我就覺得我哋一開今年年頭係跌咗啲嘅，自從有疫情嗰時，開頭跌咗啲，但係跟住後屘就各大嘅廠商都推出那個 live， 我哋叫 live bidding 啦，咁就即時競價。咁其實嗰個係對於廣告收益係有個好大嘅作用係。超過30%的 boost 嘅，咁其實到個net 增長係確實係增長咗好多，尤其是一啲我唔知佢係咪可能詳情，即係要問翻嗰啲整嗰啲廠商先知，佢哋自己先知啦。但係我哋都見到就係、是例如一啲本身收入可能低啲，可能你之前巴西係得$2、$3美金，係可能上到去$700美金都有。咁係。喺某啲國家見到增長係特別大嘅，但係就真係點解我就真係解釋唔到，真係解釋唔到。大家都未必知道係點解係。咁時間都差不多啦，會唔會講下就係嚟緊你哋嘅公司或者自己嘅方向啦？喺 game 界或者手機手遊方面咧，你哋有啲咩發展或者有啲咩諗法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我哋都係會 keep 住做一啲 mobile game 啦。咁但係我哋都係會朝住呢個點樣去。更加好咁利用呢啲咁嘅廣告去令到個玩家得益，因為到最後我覺得係一個三贏嘅局面嚟嘅。
我贏佢贏，跟住個廣告商又贏，係咪先？即係依家係一個成個遊戲界都 benefit 到嘅嘢嚟嘅，因為啲用户要有流動，佢先至即係大家先至有錢揾。咁依個係亦都幫助啲用户去 discover 一啲更加適合佢嘅遊戲啦。即係可能我哋機唔啱你玩，咁但係你可能玩第二隻你會開心啲。同樣同一時間，我又喺第二度攞個玩家係適合我隻 game 入翻嚟。咁其實係幫助啲玩家去揾佢哋自己喜愛嘅遊戲。我覺得依個係好有幫助。係咪咧？咁我本身公司早期係出一啲比較重貨少少嘅遊戲嘅，咁因為嗰陣時首先就係都叫做手遊嘅初中期啦，咁仍然一啲可能對我哋嚟講嗰陣時仍然即係我哋公司係比較細 indie 團隊咁樣，都仍然可以做到一啲即係可以話可以做到一個貨金遊戲。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如果一啲新嘅團隊入嚟嘅話，你話我想做一隻重型遊戲，我覺得我會。我而家做咗都七年啦，踏入八年，我都會卻步嘅，因為無論你個玩家本身嗰個要求啦高咗啦，而家啲機亦都係整體個科技勁咗啦，所以佢可以做到嘅嗰、那個，無論係嗰個畫嗰個解像度高啊，佢可以做 render 到出嚟嗰啲performance 有幾好，相對地玩家亦都要求你高咗 ，step up 你個 game。咁如果你做唔到個效果，或者做到某部分，淨係可能話我哋個美術好靚嘅，做到隻 game 好靚嘅，但係我哋個 game design 可能托唔起，或者個收費模式做得冇咁強，甚至話可能個 back end server 成日斷線嘅，做得唔好嘅。咁你入到嚟，就算你吸納到一個玩家，嗰啲玩家都會走。咁就但係相對地有啲咩好咗呢？就係因為 ad revAd monetization 真係呢幾年真係上咗去，甚至可以令到 balance 翻我哋 IAP 嘅營收。咁多咗個機會就係做一啲 casual 遊戲都可以得到利益啊。咁可能你講緊六七年前，如果做一隻 casual 遊戲，除非係一啲大廠去幫你推，都幾難去攞翻個回報翻嚟嘅，因為佢 casual 遊戲，你預咗啲玩家可能兩三日就會走，亦都未必會買你嘅 IP。咁你研發一隻遊戲，無論你就算係四個月又好，六個月都好，你最尾都幾難去賺翻你個 production 翻嚟啊！仲唔好講話仲要推啊，做 marketing 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多咗 ad monetization， 咁變咗我知道我某程度上，如果我可以留到啲玩家，將我嗰個 retention 咧留存率拖長嘅，自然就我可以從廣告賺嗰個機率同埋嗰個價就會提升，咁變咗我計都叫做某程度上計到大概條數係我點樣可以做一隻 casual game 都可以賺到錢啊！咁而家我哋公司就係叫做我哋一向就叫做做一隻大一隻細一隻大一隻細啦。咁嚟緊我哋而家做一隻細啦，即係比較細嘅唔代表賺到錢啊，細即係話嗰個我哋個 scope 係窄啲嚇。咁呢、這個就頭先阿 Jeremy 岔開少少話題，就係、是、話 Jeremy 都講過就話好多時細遊戲即係新嘅遊戲公司想做到佢哋平時玩開嘅遊戲嗰啲級數或者嗰啲朝住個方向，咁其實做一啲 casual 遊戲或者中型遊戲其實都係一個可以好做得很好好嘅啊，好似近年一隻弓箭傳說，其實都幾 casual 嘅遊戲，咁佢都做到好犀利啊！攞埋 best game、best indie game of the year、所以其實嚟緊我哋公司朝住方向都係會做翻一啲輕型少少嘅遊戲，但係裏面會有一啲深層嘅玩法，所謂我哋嘅 meta game。係咁即係表面上係 casual， 但係其實一啲 hardcore 啲玩家裏面都從中揾到一啲樂趣翻嚟嚇，咁就有 IP 再加埋。Monetization 去令到整個遊戲的 environment 夠健康，咁就希望可以繼續延續啊！我哋做多啲 game 係咯。係咯，頭先講嘅成個呢個 ecosystem， 我哋都明嘅，大家都做緊呢個就係、是、咁。其實係咪都方向，所以個方向係咪都係手遊咧？定係因為手遊嘅競爭都本身都算多嘅咯？係咪都係呢個方向為主咧？我哋我哋公司暫時都係用手遊行先，因為手遊係都最直接攞到最大嘅 audience 啊，配套都齊，配套齊就係啦。咁門檻都相對地低，同埋最緊要就係個 audience 係夠多人嚇。
你話相對做 AR， 你部機都要翻咁上下嘅 level， 你先你個手機啦。或者你做 VR， 咁唔係好多人真係可以買得起一套嘢，可能你 NB 到 B 多過 B 到 C。咁仍然站於我嘅角度，就係呢幾年都仍然應該係手遊會係 keep 住會跑贏個市啦。咁但係日後會發生有啲咩嘅新科技呢，就未必知。咁而家都有好多都 interesting 嘅，例如 AR， 我覺得好特別嘅，或者 MR mixed reality，甚至近期好似 cloud gaming 啊，即係雲端啲遊戲，連我部機唔使好勁，總之去 run 到我 5G 夠快，或者我落到嚟我玩到就得啊。咁呢啲就睇下我哋日後點咯，再去應變咯。因為做呢行係講應變咯。對，最近嘅經驗都好緊要，我覺得雲端呢、這個，我部機冇咁勁，冇阿 Jeremy 咁勁。Cybercon 好難揾。Jeremy 咧，你嘅睇法咧，你係咪都係手遊啦？一定都係。對於我嚟講係嘅，但係又唔可以講得咁死啊！我覺得，即係我會覺得，如果你係第一次做 game，如果講翻我哋自己咁樣。我開頭做，其實你冇錢落廣告，成間公司得嗰幾個人，錢又唔多，人又唔多，廣告 budget 係零，做到隻 game 出嚟已經很好啦。咁變相就係你會想要一啲免費嘅推廣，但係奈何而家啲推廣確實係要真係現兜兜幾萬、幾千蚊、幾百蚊咁樣咁樣曬出嚟。咁變相就其實。是很難的，對於一些新的我們都知道很多 game 是做完做沒問題的，做完那一刻才有問題，所以 GEPS 也很好，還有廣告先那個問題就是，或者那個 solution 就是其實 iOS、Apple 和 Google 其實他們有都很大力地推一些 indie 和一些初創的一些 game 公司，他們就有些 feature 啊，即如果我哋都好多人問我哋點樣去同佢哋溝通啊，去攞方法係即係可能俾只 game 佢哋，佢哋會過目，佢哋會可能啲 feedback， 但其實就可以排期，跟住就會上到佢哋嗰個首頁啊。咁變相就係、是、可能佢可能擺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咁你可能可以由幾萬個甚至幾十萬個 download 都不等。咁其實嗰度其實係一個好可觀嘅一個第一桶金啦，可以當做。咁嗰個做法就係幫你可能回咗本先啦，咁你又學咗，你做咗隻 game 啦，你有隻 game 喺你旗下啦，咁你個經驗又好咗，你個自信心好咗，你下隻 game 又可能可以做好啲咁樣。跟住再加，即係當你有個開始有個 track record 啦，亦都其實香港近年即係政府會好多唔同嘅資助計劃啊，例如好似今日咁，我哋喺數碼港，咁其實本身我同阿 Jeremy 都係喺數碼港 incubation 嗰度出嚟。咁亦都其實佢分幾個唔同嘅 stream 啦嚇。咁如果你本身對遊戲有啲可能今日聽緊嘅係對遊戲話，我未做過，但我想試。咁有啲微創基金啦，CCMF 啦嚇，咁佢可以俾你實踐你個 concept 啊，佢有一個$10,000嘅資助計劃。咁一啲本身做開有幾隻 game 已經有track record 嘅，你可以申請 incubation program 一個兩年嘅計劃，係去到$500,000好似。係啦。咁亦都一啲再 specific 啲嘅，到時你去到咁上下，我想做推廣嘅，咁有政府亦都你哋個有做資助嗰個 GEPS 啦，第二屆啦，咁我亦都知道非常之好啦，搞得啊，咁所以其實香港多機會嘅嚇，特別而家 Apple 嗰邊又 reduce 咗一啲 indie 嘅 cut 去由30變15%，咁其實種種因素都令到其實有商機嘅，但係而家你要。精準啲同聰明啲去利用所有周邊嘅工具，周邊嘅資訊，去幫你做出最好嘅抉擇咯。如果唔係就好難行。係咯，浪漫係唔緊要嘅，但係要浪漫再加埋一啲數據啊，食下腦啊，嗰啲就會好啲咯。呢啲咪浪漫藝術啦，美感加呢個技術。加結合啊嘛，我哋講 art tech 啊，嗰個方向走緊啦。咁啊，今日好多謝兩位嘅分享啦。咁就大家如果係有興趣嘅，咁啊知道啦，做遊戲咁其實可以留意我哋數碼港呢邊啦，有 CCMF 啦，有 incubation 培育計劃啦，咁啊亦都有啲我哋嘅廣告方面嘅推廣優化計劃嘅其他唔同嘅協會啊、業界組織嘅。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咁啊希望大家繼續留意啦。今日好多謝大家，好多謝兩位。好，拜拜。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Gabriel, Edward, Jeremy for insightful sharing. 多謝曬三位精彩嘅分享。